杆要慢哈，就这样慢慢上，停的时候再这样子出去。出去的时候眼睛还在看那个球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肩膀要超过那个球，这样子全部完成之后再看，不能马上看，因为你一看就歪了。然后就这样子起杆，起杆要很慢，很慢慢慢慢，挪着脚出去，是这样。最重要就是左肩右肩呐、啊，手要直哈，手要很直的，然后你只要把这三个要领记起来了，然后这样子起来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这个过肩膀出去，还是要过肩膀，然后眼睛还要盯那里，全部完成才看球的。